阿伯叫爹啊，我就一个家啊。哎，阿拖啊，大大拖一张，我好是哦。所以农村的人做个用这高山。农村哦，农做农的啦。哦，做做产的啦，做产的啦。比如啊，做农村啦。哎，爱用这高山去的拖，要拖车重好啦。哦，他早无车嘛。对。伊早。讲有铁马通骑就足好个，安解讲你开探病？对，一只铁马较早要看乌托邦无怎看，即脚踏车较早吼，农村的人佫较贵人个买啦。哎，安尼意思你着？较早吼，我做囡仔要看一只乌托邦啊，旁边排只船啊，啊专门都四个伫旅游啊。哎，所以讲庙伊啦。较老一个所在的旅游啊，做场的啦，做场你知无？我知啊，人在做场的啊，啊载，迄只会使载你三个啊，迄只船啊，伊就做一只船啊安尼无？啊，旁边啊旁一只，有人即落卡沙去拍，迄是以早就卡沙去出面是安尼出来，啊你较早要买只卡沙去的人，都爱有钱的人。唔是遐简单普通嘅人有才买，安尼意思你。我了解嘿。啊，较早只铁马好骑，载载，有诶，铁马有落有落有落，载百五六斤诶嘛有啊。哦。后壁有要后家啊，通过吊两个人。嘿。吊两人压两，一人压两头八十斤，两人有百六斤，啊，佫顶悬佫一，一条。铁马哦，铁马有诶，两斤才快。嘿。孔明车你看，咱咧。啊，大车去啊！对，唔是像即卖铁马讲迄落，人咧骑去呢。嘿，较早迄是牛车就对啦。对，你即卖人，你只铁马就无效啊！你，我都啊。